穷车机付快递，大家好，我是一跑。想必大家刚刚也看到了一只速度极快的大爱好者。进来看看现在的情况，红狮队来到了卫星楼，这种共我驾驶还没打就已经被吓死了。一听还有人，狗哥当时就没忍住，直接来了个信仰之白点。 A 阳再次成为了全村的希望。镜头一转，到了本期视频的重头戏了。龙之队看到了前面也是有人，直接就扎了过去。牛啊，狗哥劫起了，上来就打倒了两个人。看到油条被击倒的播报， A 阳立马掉头往油条方向跑去，奈何油条还是被补掉了。 A 阳 no 啊，今天无论如何你们都得葬身于此。我靠，你没打着他吗狗哥？我打了他一万枪啊。我没打到他。我操，我他妈心态、哎呀，我以为是个大残，我都直接拉了，感觉救不了了。那这毒冲的一些，我一枪都没打中。还提醒了你们一下，别送。这个毒好疼，这个毒好痛。不能打药了，你不能打药了，不能打药了啊！我们再来看看狗哥的视角。打一个。嗯，是不是刚才只带耗子过去了？打两个。我妈都让人打出来了，我操！血残了，要到狗哥被人秀一年。我这个人好卡。我靠，你没打着他，一万枪！我没打到他，我一枪都没打到他。我操！我操！养毛现在一转眼的功夫来到了决赛圈。实力击杀大黑耗子的 A 阳，他们还不知道情况。我们来听听当事人的感想。最后那个人，他们说是键盘鼠标啊，我丢，是吗？呵呵，那家一跳差点跳天上，我吓我一跳，啪啦一下跳出来了，我操！腾腾腾腾，左右左右，跟我对着拉。他来我观战视角，我观战视角，你知道吗？我看那个人是飞出去的，我操！我看着也是飞出去的呀。不只是你观战，我看着都是飞出去的。也是飞出去的呀。我以为卡了，我靠！他不是被我逼在那个死角那儿，我打平肩枪嘛，他偷一下跳出来了，我靠！然后就左右跟我拉。打我右边两个人一起出来。我靠！我左边俩全被我秒了。我以为他大残呢，狗哥，我人都傻了，差点翻车。我一枪没打到。他移速太快了，我都打不到他，我操！完了，我们的车要没油了。封烟干拉过去，冲！得顶过去啊，把先起烟嘛，起烟。我就一个烟，你起吧，我一会儿帮你加。直男，我教你一个技能，你在这里封烟，然后开车在烟里左右走，然后他就会出来打你，然后小杨就给他秒了。这时候狗哥开始教人怎么进圈， A 阳用实际行动告诉狗哥，你在教我做事。我没有淘汰回放，我没有。几波顺境打得对方头都不敢抬起来，最后一个跳枪完美收场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点点关注不迷路。